悉尼，这个汇集着世界各地人群的大城市，穿梭在人群里，为了找到各自的归宿栖息地。终于下班啦！我失恋了啊！不会吧，就那个臭小子跟你提分手？对啊，他就发了一条短信给我，还不敢当面提分手。我现在不想吃不想喝，都不知道要干嘛。啊，不行，饭还是要吃。你在哪儿啊？在办公室楼下。讲话，芊芊姐姐。哎Fuerte, baila así, se baila así.